好帅哦，哎、欸。那这边有东方甜瓜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日本哈密瓜呢，一定要留一个像这样梯形的，这颗我觉得我很喜欢，屁股闻一下，很香哈、哦。肉丝炒香瓜，不讲其实看起来很像丝瓜，这个是腌的吗？美叔刚才讲西龟泥，这谁帮你的料理？是我帮你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